又一家房企上热搜了，大名鼎鼎的融创3月24号爆出来有40多亿债务即将到期，无法履约，申请展期的消息在市场上发酵。结果第二天呢，融创就发了公告说，因为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，不能如期在4月1日兑付规模40亿的债券20融创01的回售本金和利息，以及4月2日规模20亿的21融创03的当期利息。但融创将继续推进资金解决方案，绝不会发生逃废债的情形，并宣布为了展期能够成功，会由老总孙宏斌个人为这40多亿的债务展期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作为增信措施。也就是说，这老总压上了自己的身家和信誉，还债意愿还是很强烈的。要知道去年年底老总孙宏斌才刚刚自掏腰包为融创提供了29亿的无息贷款，孙宏斌现在的压力可想而知。那过去一直是白衣骑士的融创，这次自己遇到了现金流压力，融创到底欠了多少钱呢？根据公开数据，融创截至2021年上半年总资产规模为11,410.52亿，总负债9,971亿，资产负债率83.45%，其中流动负债合计7,550亿元，比2020年末的6,839亿增长了约711亿。而且融创也在这次公告里复盘了资金危机的情况，说是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，房地产行业的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公司销售下滑，融资难度加大，所以公司出现了净现金流压力增大，账面可用货币资金大幅减少的情况。只是我想说，房地产行业环境的较大变化，怕不是去年下半年才发生的呀？去年上半年的融创可还是地产行业的拿地大户，孙宏斌一如既往的爱买敢买，明明头上还有着3道红线的压力，可光是去年上半年，融创就花了上千亿，拿下了83宗地，几乎是2020年同期的2倍。在2021年融创中国中期业绩发布会上，董事长孙宏斌也曾放出过豪言，说除了我们以外，都有可能爆雷。但转眼到了下半年，融创不但迅速收缩了拿地的速度，而且开启了资产大甩卖来缓解现金流的压力。过去半年靠着处置资产回收了257.2亿的资金，加上股权融资的15.32亿美元和孙宏斌个人提供的无息贷款等等，一共是回流了397亿资金，但依然还是不够。不过按融创方面的说法，到2021年底，融创中国可售货值约为2万亿元，公司项目开工以及运营情况呢也基本稳定。25号晚上，孙宏斌也在个人朋友圈转发了融创官微的相关文章，说2022年一季度，我们在28个城市交付了43个项目，用最大诚意兑现成千上万户业主交托的幸福期许。我想说，这其实不仅仅是融创的短期困境，也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发展缩影。在行业流动性持续紧绷的情况下，在到期债务处理和稳定经营中间，房企必须找到平衡，才有机会走出冬天。